这里应该是正宗的韩式按摩日式洗头。那这就是他的服务啦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项目，那40万呢就是有90分钟，那这就是他的项目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服务到底好不好。哦，那要开始体验了，好害羞，他们准备他们想摸我肥肥的脸颊。So cute. 嗯 ，Thank you. 大哥，谢谢。他会说中文。那我们现在先洗脚。这个去脚皮的哦，然后呢很痒很舒服，这里应该是正宗的韩式按摩日式洗头。很久没有让两个小姐姐一起服务了，这个感觉真的是皇帝般的享受啊！不愧是皇家啊，皇家体验。小姐姐超活泼的，而且啊，她们的衣服真的是有一点性感。这个超舒服的，我去别家好像没有体验这样子的那个耳朵服务，而且技术还好，这个太舒服了吧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些小姐姐非常懂客人的爽点在哪里，就是说她们真的是让人家有舒服到那个点上，真的是目前为止体验都很赞。嗯，超安静啊。这个享受真的是有点让我上天堂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的每一个部位都有人在服务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无时无刻的那种感官刺激啊，真的是很舒服。N 的垃圾 ，N 的垃米嘞，米啦，包牛腿，还没少对家 ，very young， 好吃 ，and 狗板摘遮。宽哥，大嫂，那大家可以来认识哦。那换下一个活泼的小姐姐，超级活泼的，嗯 ，N 登垃圾 ，No 小姐姐，包牛腿，不会腿，还有一40岁，那个几高板在这。还很在哦，哇！在东啊？在哦，瑞典乱说话，两个男朋友都死了。所以你看他真的很活泼哎，可是呢，必须说他虽然这么活泼，但是他技术我真的没有在说谎，很棒 ，very good，thank you， 他真的是很可爱哎。哇，那这样子这么好的那个聊天的环境啊，然后还有服务啊，真的会很想要让人继续来耶，他很会抓住客人的心哦。那我们准备要洗头了，有点害羞，因为两个人的洗头很久没有体验了。OK， 什么东西啊？
那你去玩牌。哥哥 OK。OK。One two three go。他们很爱叫啊。洗头兼按摩。这就是今天在 Royal Massage 皇家按摩的体验哦，哇，真的是隔行如隔山耶，他们非常的专业。然后呢，虽然看似啊有些店的流程都一样，但是小姐姐的一些细节还有手法呢，只要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哇，那这个感受大不同哦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我真的要给非常高的分数，好棒哦 ，Thank you。